阿 John 赢嘅机会率三分之一，输嘅三分之二。咁问你啦，佢会赢两场，输一场，啊，咁赢就三分之一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有两个三分一啦，输一场就三分之二啦。但系唔好记得，你系有三个 case 噶，因为咧你输嗰一场咧，可能系第一场，可能第二场，可能第三场，啊，所以咧你唔一定系 win win lose 噶嘛，你可以 win lose win，亦都可以 lose win win，咁呢度咪有三个情况咯，咁所以乘翻三嘅，啊，咁呢度咧计完出嚟咧，就应该系1/9 嘅，啊，1/2，咁个答案咧就系 D for dot 啦。